没运动一样啊，这个好像。哎，它很慢呀、啊，它转速只有一分钟，只有转几转呀、啊？哦啊、你看起来只要放在放停一段时间的。然后这个里面有个间隙，你现在可以稍微调轻一点，轻一点，然后增加里面压力，出水出泥可以干一点。一般这个间隙有5个毫米左右就可以了。